東張西望，連續七日錄得過百宗嘅確診啦。今日嘅新增數字咧係120宗，當中咧86宗咧屬於本地確診啦。就咁睇數字嚟講咧，好似微微咧就係緩和咗噶。咦？但係當中有11宗咧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嚟㗎，而且新嘅個案面咧係被 Delta 啦同埋 Omicron 咧夾擊住。嗱，好多人認為咧新年咧可能冇乜氣氛啊，但係錯啦，而係依個地方咧人頭湧湧啊！好熱鬧啊！真係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愛她。佢就手舉起桃花，佢就一盆又一盆捧住走，嚟得呢度都滿載而歸啊！今日係年27，年宵花市取消曬，搞到個個唯有轉工化去。你睇後面好多人啊！好熱鬧啊！係比舊年熱鬧啊？應該係啊。今年係咪都係因為冇咗年宵花市，都會過嚟花墟買花？會啊！如果唔係，平時都係年30晚啊。花墟人流絡繹不絕，見到呢架警車都花咗成10分鐘先成功穿過人潮，所以早兩日花墟道、園藝街、元普街同太子道西支路實施封路，只係得落貨嘅車可以駛入。你覺得即係而家嗰個封路安排係點樣？暢順啦，人有人，人呢度條路都係佢行得到咯。佢有管車咧就好啲嘅，就變咗呢度有得行咯。咁舊年有車咧，咁啲人就好難逼曬出嚟咁啦，逼曬上高咧就好逼。唔使人車爭路，可以慢慢揀蘭花、百合、串串金，呢啲都係大熱。今年價錢亦都冇太大調整，為求添福添運，市民買花都唔手軟。串串金、野百合、銀柳，哦，係咪年年都有買花嘅習慣啊？係。今年咧買咗幾多錢到啊？1000蚊到啦。哇，都算多喎！咁比舊年咧有冇收縮咗手啊？定係都係咁大手筆啊？買多咗串串金啦，串串金、旺福啦，同埋呢個劍蘭啦、百合咯。哇，係咪年年都買咁多花？係啊係啊。用咗幾多錢啊？用幾多錢啊？林太前3000㗎啦，起碼都3000幾啦。翻農都好辛苦啊，感謝佢哋成年嘅辛苦，而家都冇回報，所以我哋要買多啲支持佢哋咯。花墟商户就個個做到冇停手啊！呢啲散花多啲人買啲嘢，呢排呢幾日攞呢幾日好多，係啦，基本上一有嘅基本上都賣曬啦，特別紅百合、火百合呢啲買少咗咯，同埋通常都會隔完曬價先至再翻轉頭咁樣，係啊。咁人均消費幾多？人均消費300多啦。咁你預期個生意咧會唔會好啲啊？應該都一般啦，因為近疫情咧，啲人可能唔係好願意用錢啊。咁即係一句講曬，旺丁未必旺財。整體嘅銷售額就應該同往年都差唔多嘅，好多嗰啲鋪頭啊、啲酒樓啊，咁有啲公司啊，咁佢夜晚佢都唔開啦，咁佢所以有啲佢都係縮小咗啊，賣少咗啊。但係而家有啲酒樓啊，都係縮細咗咯，買棵細啲噶啦，算啦咁。人多擠迫的地方播毒話咁易，不過相對人少而又有社交距離的空間播毒就令人費解啦。在第五波疫情裡面，最近值得關注的是學校出現爆發，在對上四波都未曾見過，覺得奇怪咯，點解停咗課咧？仲可能係之後先至確診咗，病毒太容易傳染，你覺得即係會小朋友就會鬆懈啲啦？可能透過一接觸一啲物品傳播啊。首先是位于葵盛的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有5个学生染疫，分别就读5C、5B 和6C 班。相信感染源头就是居于葵涌村日葵楼的学生。那名学生发病最初仍然翻学上堂，怀疑因为感染而产生传播。另一间中学更加是爆疫重灾区，就是位于将军澳的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3中学，至少有13名师生中招。爆疫源头怀疑就是住在葵涌村下葵楼的16岁中五女学生，在1月24日当日验出初步阳性。值得留意的是，当日只得中6班级有面授课堂，其他级别已经改为网课。下葵楼女学生就读5C 班，而第二个确诊竟然是跨级在3B 班，这班一共有5个同学确诊，同班同学互相感染不难理解。之后的个案竟然蔓延到中一，而且分布不同班别，分别是1A、1B 和1C 班，各有一个学生染疫，教职员都走不掉，一个兼职家校联络主任的老师都中招啊。
補習訓導啦，咁有時見到啲同學仔咧就會行埋去話，但係因為佢見過邊一個學生，佢又唔記得咗噶啦。今日再多三個學生確診，據講分別係一 B、二 C 同五 D 各一名學生。病毒已經散播到不同級別，在這13宗個案裏面，據悉得兩個學生被界定為夏葵流女學生的密切接觸者，部分染疫學生更加是互不相識，可見 Omicron 的傳播力十分驚人。自疫情以來，學校一向都有做足防疫措施，包括裝設課室專用的防疫隔板，以及有徹底清潔消毒，不過今次病毒蔓延，傳播途徑成疑。翻學避免唔到嘅，如果係即係大家一齊玩嘅話，都中六噶啦，所以咧就咁啱，琴日老師都有話啊，你哋唔好去上得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原因接觸病毒噶嘛，唔係淨係學校裏邊喺屋企啊，就其他嘅環境啊。學校會消毒咯，同埋咧都有勸喻小朋友去打嗰個防疫針咯。病毒的傳播能力真的很高，但我想跟你說，人為事件殺傷力一樣很厲害。我說的就是李靜蕾和王力宏的離婚事件，你以為過一段落並不是，被傳第三者的 Yumi 今天還擊了，做不留情面那隻。是啊， Yumi 所屬的工作室就在網上發文，指 Yumi 和王力宏在2012年至2013年期間正式交往，並沒有介入他們的婚姻，又說李靜蕾口口聲聲說有證據，為何到現在都拿不到出來呢？又指他發動網絡的攻擊，哇，還有很多東西，總之六個字來形容，李靜蕾法庭見。哇！呢段咧離婚風波真係峰迴路轉喎，但其實疫情都一樣啦，都係估佢唔到嘅。第五波疫情大爆發，確診數字最近日日過百，各區都經常會被突擊強制圍封，你同我都好擔心隨時輪到自己屋企。為了防止病毒擴散，抗疫措施梗係唔少得啦，最基本嘅當然係戴口罩。而家大爆發對佢嘅要求更加係有增無減，冚到肺貼面咯，安全啦。我諗可以保護到成個塊面啊、個鼻啊、口嗰啲咁樣 OK。希望佢哋即係呼吸嗰度咧就順暢啲、舒服啲。疫情越趨嚴峻，很多人都會提升口罩的防禦力。合乎 KF94 標準的呼吸器是可以提供足夠的防護力，但其實還有其他的選擇，譬如 EM149 就是歐盟訂立的呼吸器標準，其中 FFP2 就有著比 KF94 更加嚴苛的工業級測試標準。KF94 和歐盟 EN149 FFP2 認證的口罩同樣都是有 94% 的過濾率，要獲得 FFP2 認證需要通過更嚴格的測試，首先要經過一系列的老化測試，透過拉扯和高溫高濕處理，模擬在嚴苛的工業環境裡面使用的情況。如果鹽性和油性粒子的過濾率在高速氣流下依然高於 94% 的話，就算合格了。在日常抗疫方面， 94% 的過濾率已經有足夠的防護力。歐盟 EM149 FFP3 呼吸器可保證提供 99% 以上極致的過濾率，專門應對一些高風險的環境。現在香港製造的口罩商同時符合了韓國 KF94 和歐盟認證的標準，市民可以按自己需要選擇適合的口罩。其實口罩戴不對，防護級別再高都沒有保護效果，戴了還壞過沒戴。所以最重要是 check 清楚，選擇適合自己 size 的口罩，貼面得嚟又舒適，咁就最 fit 啦。翻嚟東張西望，又到咗車 cam 睇慢片嘅時候啦。咁今日凌晨咧，黃大仙發生咗一宗車禍噶。咁一架農夫車沿農場道往觀塘方向行駛，咁期間咧突然失事，鏟過石駁啦，咁好似炮彈飛車咁啊。係啊，架車凌空咧打咗個關斗啊，再飛彈到去對面嘅行車線落地嗰刻咧係煙霧瀰漫噶。至於意外發生之後咧，司機咧係一度受傷被困啦，之後咧要送院治理噶。咁其實最驚險係咩咧？咁當時對面行車線咧差唔多幾架車駛到，好彩司機醒目啦，急停架車。如果唔係啦，即係不堪設想啊！咁其實咧揸車要醒目啦，同樣買樓都係要咁醒目。而家係進退兩難啦，因為又驚繼續供樓收唔到，又或者而家取消計劃嘅話咧，根本佢破產亦都償還唔到，咁所以係喺最壞情況，有可能係血本無分，咩都冇曬。我唔知即係唔好聽啲講句，佢係咪真係當我哋香港呢班買家嘅水平，好似佢喺內地買緊二三線城市嗰啲買家水平係等號咯？購入爛尾樓，準業主咆哮的場面在內地市場屢見不鮮。
不過在香港，一個豪宅流花盤竟然都隨時爛尾，實在令人震驚。一眾小業主在2019年3月左右買入何文田上聖街這個由高銀金融主席潘蘇通私人持有的豪宅流花盤，一心等待流花變成安樂窩，誰知等啊等，過曬交樓日期，眼見樓盤都差不多起好曬了，只剩下一些細微的執修工程，但始終都是未收得樓。今日嚟到呢度啦，見到佢哋嘅大門咧係重門深鎖噶，同埋地下咧仲有啲建築材料喺度啦，相信仲有啲園藝工程係未完成噶。但係其實咧，成棟屋苑都已經起得七七八八啦，點解遲遲都未交到樓呢？准业主而家忧心忡忡，但当日就信心满满。但系发展商开卖嘅时候，请埋国际巨星拍摄广告，就足见佢哋嘅实力啦。人生嘅修炼冇得急。一切要由内在出发。那个楼盘邀请咗周润发先生做呢个楼盘代言人，就睇咗两三个示范单位嘅，系啦。咁啲单位当然装饰得金碧辉煌啦，用呢亦都好靓啦，咁所以就有信心。好多都有私隐度，包括有私人电梯大堂啦，同埋用料啊、装修啊、各样啊、保养啊都非常之好。呢度始终都系属于市区啦，交通亦都方便嘅，附近亦都有大型商场啊、超市咁样。再加上呢度都係傳統嘅名校網之一啦，好似係沙石校網啊嘛，咁所以相當吸引。優越嘅條件仲吸引咗明星陳家洛入市，佢喺2019年11月以5045萬尺價35000蚊買入咗第二座中層一個實用面積1425平方尺嘅三房單位。至於剛才兩位準業主都係睇中咗價值3000幾萬嘅三房單位。當時成交樓價是3500幾萬，咁我選擇到職工嘅，所以其實喺交易開始咧，俾完訂之後咧，好快就俾咗嗰30首期，再上咗1案，所以其實而家係供緊樓。佢兩位都係職工分期，去到而家供咗成3年樓。如果每月供10萬，都供咗300幾萬啦。不過去到原定嘅交樓關鍵日期，即係2020年11月30號，發展商交唔到樓喎。嗱，關鍵日期即係話個發展商咧預計佢嗰個建築咧就喺指定嘅日期咧可以完成嗰個建築嘅期，但係有時佢中間咧會有啲關鍵日期嘅改變咧，喺依一個關鍵日期之後嘅28日之後咧，你都唔採取行動嘅咧，法律咧就假定咗你咧係期待咧係等嗰個樓宇咧係起好為止。發展商當時將關鍵日期改到2021年5月29號，之後又交唔到，再褪到7月6號，呢次仲講明有機會延遲多半年，即係褪到今年嘅1月6號。不過褪咗3次啦，都仲係未知幾時先收到樓。第一次咁即係2020年就11月30號啦，佢俾封信過嚟，因為不可抗力事情。咁嗰陣時我睇完嗰聲，第二次。話要同我講話由5月30號2021年去到7月6號，咁我就開始覺得唔對路啦，爭嗰個零月，咁仲要個原因係建築材料嚟唔到添，上年嘅8月27號阻緊啦，咁佢連個預售樓花同意書都俾人取消埋，詳細原因我唔知啦，但係我知道香港歷史上總共有8次，因為我睇到呢件事我真係好驚。驚咩？驚樓盤爛尾血本無歸咯！據了解，發展商因為未能夠證明自己可以應付到樓盤嘅工程支出，所以上年8月地政總署極其罕有地撤銷佢哋嘅預售樓花許可，涉及379個單位，意味進入現樓階段前，呢啲單位都唔可以買住啊！呢件咁罕有嘅事件，令到一班準業主都關注起潘蘇通嘅公司高銀金融嘅財務狀況同營商手法。工人集團上市嗰度傳出係俾人告啦，包括佢九龍灣金融中心要變賣業咗手俾執達利接管咗啦。咁所以其實當其時已經好多消息係指向集團同埋潘蘇通個人咧已經係財困嘅。高銀嘅主席潘蘇通曾經係香港10大富豪，1963年喺韶關出世，1976年移居美國，1984年開始喺香港營商，擁有多間公司。高銀金融仲喺港交所主板上市。佢熱愛馬術，早年喺天津嘅樓盤項目仲以馬球包裝。不過近年佢屢傳財困，要賣走物業套現。除咗九龍灣高銀金融國際中心外，仲要以低價沽出啟德地皮套現，蝕咗27億。据讲最近仲俾人申请破产添。
況似資金緊絕，但發展商都俾咗兩個選擇各位準業主，一係等遲啲收樓，一係就取消合約，七日內俾翻錢業主。據了解，陳家樂在去年八月都選擇了終止交易，按發展商當時所說是說可以退回本金和利息。哇，這麼好還有得選，但事實好像不是這樣。準業主黃太都選了取消合約，要求發展商退還2000萬計的本金和利息。當時七月份他就律師樓有封信給我們，說現在交不到樓，你可以選擇取消這個買賣合約。咁我律師就俾封信佢，話我個客人要取消合約，唔該你七日即係俾翻啲錢我哋。咁佢就即係話 OK 啦。咁但係一滴都冇俾個錢，十二尾俾咗你，跟住又十二尾，跟住一二尾，一二尾而家未到期啦，唔知啦，係咪先？咁佢同你講話俾翻你噶嘛？佢個俾唔到你嘅原因同你解釋係咩啊？佢冇解釋，定係話俾唔到，淨係話我而家俾唔到你，下個月俾你咁樣。佢譬如呢封信話下個月，咁啊等下個月，等下個月又等下個月咯，咁樣一提起呢件事就好唔開心咯。有選擇都是等於沒有選擇，所有準業主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繼續呆等。其實是抉擇，究竟是繼續交易還是選擇取消的。那當時我考慮，如果是選擇取消交易的話，亦都留意到有部分買家取消交易是退不到錢的，因為寬鬆通或者高環集團已經財困了嘛。那再加上見到樓盤其實都起得7800了，所以就選擇了繼續交易。他話：你有權要錢不要樓啦，我知道。咁佢話你不要樓，七日內收到錢啦。他係咁寫，咁我就好想問一句：咁憑乜嘢舊年7月6日嗰班買家仲未收到錢？我今次1月6日即係拖咗半年啦。今次我可以七日內收到咧，你咁俾面我？啟動呢個法律嘅程序咯。根據嗰個條例講到明，我七日之內我應該收到所有嘅退款噶嘛。我收唔到嘅，咁咪你唔啱咯。所以我今次啟動呢個法律的程序，如果我真係成功攞到嘅咧，我需要用的法律的費用咧，我可以向你追討翻添。同時，一班小業主亦覺得現時法例有漏洞，保障唔到佢哋嘅損失。發展商已經延遲咗3-4次嗰個交樓日期，再加上而家最後一次咧，連個關鍵日期咧都冇公布到。咁所以究竟法例容許發展商可以不停延幾多次咧？我哋完全唔知道。所以而家係唯有就無止境咁樣等。關鍵日期如果要褪咧，你要得到一啲認可人士，即係簡單嚟講，嗰啲建築師咧，佢係有一啲特定嘅理由咧，至可以咧係延遲嘅。有一啲惡劣嘅天氣啊，又或者有人罷工啊，依種情況咧，只係一個合理嘅理由咧，去延遲依啲關鍵日期嘅。香港樓花出現問題的情況實屬少見，但近年亦不時聽聞內地發展商在香港樓盤的不利消息，而啟德發展區更加是內地發展商的英雄寵，高價討得地皮紛紛涉讓，好像4B區4號這塊地皮一樣，最初由高銀投得，後來涉讓給另一間內房佳兆業，誰知佳兆業又陷財困，結果再賣回給香港發展商新世界和遠東。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內房很多負債高，如果負債高的話，可能息口可能生意周轉出了問題的話，可能不能夠準時還貸款的利息或者是本金。香港發展商他那個項目的發展時間是長很多的，不會借那麼多錢，對這個債務風險管制很多。這個情況算不算罕見的？都有的，但是不多，絕少的。我們今次是因為這個地政總署就發覺那個發展商他沒有那個足夠的財務的實力來到完成這個這樣的項目，那為什麼沒有足夠的財務的實力呢？負債高呢，現金回籠慢，咁啊睇到呢啲事情啊，香港發展商真係絕無僅有嘅。就呢件事，我哋致電聯絡發展商。我哋啱啱打咗去發展商嗰度啦，佢都係飛咗去留言嘅。之後，澳門嘅公關回覆，公司一直積極各方協調，並取得突破性進展，期望2個月內同承建商達成復工安排。目前澳門項目已取得佔用許可證，即係入伙紙，有信心喺復工後120日完成餘下工程。對於已經選擇取消交易的買家，公司會按照買賣合約的條款退回訂金和利息補償，並以負責任的態度跟進相關賠償方案。他們非常感謝買家一直以來的諒解和耐心等候，還說會繼續和買家保持溝通。現在這個情況，我們覺得這個樓盤爛尾的話，完全不知道去哪個政府部門去追討申索
咁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可以關注一下。購買一手樓花出現問題，邊個可以幫到準業主呢？我哋去信運房局查詢，回覆話：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賣方喺指明日期或之前未能完成項目，買方可以撤銷合約，賣方就要喺七日內退還所有款項同利息。如果買方唔喺指明日期後28日內撤銷合約，就會當佢選擇等項目完成。不過，即使買方冇喺28日內撤銷合約，如果發展項目都未喺指明日期起計嘅6個月內完成，買方都可以撤銷合約。賣方要喺七日內退還款項同利息。假如買方認為賣方未有履行合約條文，就可以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咁即係話，去到最後都係要靠自己告上法庭啦。Toby， 咁今個農曆年咧，因為冇晚市堂食啦，我知道多咗人訂盤菜噃。講起盤菜，我諗起個難忘嘅經歷啊！早兩個禮拜咧，同朋友行完山，一早安排咗個盤菜啊！你知行完山好肚餓噶嘛？結果係由6點等到7點、8點、9點、10點，傳説中嘅盤菜終於運到嚟我屋企啦，但係仲係冰封嘅狀態。哇，唔係啊嘛，咁誇張！但我想講咧，其實聽晚咧我都訂咗盤菜啦，因為咧我爸爸想食啊，希望我個愉快經歷啦。如果唔係東張西望見，你個盤菜到唔到？我哋都會同大家東張西望。拜拜，拜拜。